坐两次监狱，我也不一样，没脸回去，不能回去，没钱，不要了。坐了两年监狱。对。为什么坐了两年监狱啊？打架斗殴。啊？打架斗殴。打架斗殴了是吧？那我看你是睡在这个废厂房里面啊，你给大家看看你睡在什么地方可以吗？带大家看一下，你带大家看一下。你晚上就睡这里？对。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大概一年多了。你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。这里是什么时候拆的？刚刚开始拆，我看。去年拆的。那这一年多当中，你都在干嘛呢？有时候干活，有时候下厨房，对着社会也放个钱。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？不是，我对着社会也放钱。哦。没有希望了。因为你坐过牢，所以你找活不好找，是吧？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对。嗯。其实我也，他们不能干，但是光呢，不跟我计。我怎么干？我也想干，不跟我计。啊。那你都碰到哪些困难呢？你去找工作的时候？你像顺丰上不要，嗯，你像德邦上，基本上正式工嘛都不要吧，你像达丰上正式都不要，是吧？坐过牢都不要。啊，现在跟废人什么区别？那跑外卖呢？跑外卖我也不在那儿，我怎么跑？你不识字是吧？你上过学吗？上过小学，上过几年不干。认字认得全吗？认不全是吧？对，也可以这个了解。这哥们儿两天没吃饭了啊、哦，是吧？两天没吃饭了。我去了。啊。两天没。多吃点啊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干顺丰？哎，到底有没有抓来了？应该有案底，不要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是吧？就是在那个城里面，城里管路工人。还是没听懂。他说他有案底，昨天干顺丰，人家不要他，是吧？对，歧视你对吧？我有案底了。你现在事儿经常顺丰都不要做，你看你都不要做。我又不干顺丰，顺丰本来就把我拉黑了。但你也不干活，你想干你也不干。我第一次去就被顺丰拉黑了，我操！你是想干干不了对吧？对啊。我是不想干。哎。今年多大？34。我操，你过老婆一年了。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身份证在蓝地的。我没拿到，我总共去哪里了？看见了。你妈有烟，我怎么能拿出来？抽到烟的。我刚刚摸到烟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啊。34，我感觉对的时候应该放弃。你多少年没回老家了？08年就回家一趟，对。08年到现在。那回是14年出来的吧，坐牢。啊。回家一趟。那我没见。我姑昨天给我姑打电话，我姑接着哭了吧。啊。俺姑那不回来，俺那不是海宁知道吧？嗯。我说没法回去。然后姑直接的眼泪刷不掉来了。啊。当时我心里呢。嗯。怎么回去？